展开的时候啊，拿住这个网的部分尽量拉开，你看拉出来之后它是这里和这里的位置是这样的，要放平，直接压一下，这样就是已经组装好了。拆的时候先拆上面这个这两个轻轻一推就可以拆下来的，然后底下这里可以拿住这两边往压一下，你看它这里就是已经离开了。